好像针灸哎、欸。我觉得你好像蛮适合这份工作的。很开心。对、啊。这是一种乐趣。可是我怕客人打我哎、欸。就有时候讲话太靠北。没有，我们这边就是做自己的，他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要来，那没差。对嘛？我们老板那么壮，对不对？要帮你把这抽出来。好，对。他在走呢。好帅呀、啊，超帅的耶！哎、欸，你这样那个地方就不会长粉刺嘞，恭喜！你看一个洞吗？对啊，你可以少长个一两颗粉刺这样，那个面积。那你就算你没带它，是不明显。我觉得密合很快，鼻子密合很快。可是我们昨天有一个，他一年都没带，还在呢。那是因为他戴很久了吧？啊、他直接戴比较久。因为我那时候戴不到几个月啊。哦，他是直接这样撕掉、哦，好秋哦！跟超秋的，他是这样塞的、啊。是啊，顺着过去，然后看一下戴过去，都戴高一点。哎呦，你看，你看镜子，鼻毛擦出。你看镜子，这个球过去它才卡住，它放掉就这样。嗯。看一下镜头，看你。你要挖鼻屎困难的。对。这不会吧？不会，那挖鼻你戴那个是枪打的针，那比较长，这个是没有针爬出来。嗯。很痛吗？不会啦。我爱怎么在穿鼻洞的？只是想流眼泪而已。对。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要挥手啊。